中国的戏曲艺术啊，博大精深，好多经典的优秀的剧目深受老百姓的喜欢。龙凤呈祥就是那么一出戏。这出戏呢，逢年过节，几乎是我们祖祖辈辈都在演，都在看。这个老一辈的那些艺术家们，用他们毕生的精力，打造出了这么一部好戏。这出戏啊，是很难得的一出欢乐喜庆的戏。本身呢，这个刘备呢，是被孙权设计了。过了江以后呢，想把他抓起来，叫他还荆州。没想到呢，诸葛亮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给出了个主意，将计就计。娶了孙尚香，然后呢，破了孙权的计谋。所以说呢，这出戏呢，由过去的这个紧张气氛，一下子变成了和谐啊、美满啊、幸福啊、欢乐呀。